同齐大家拢伫个期待过年的时阵，社会上煞毛真侪人，参照拄只迄对半家共款，伫烦恼讲这日子是要安怎过。华山组织基金会就讲，要独居老人伫个过年的时阵食着团圆饭，才会发起着这募捐理财活动。这因素爱心组协会伫个知这个消息了，嘛来募集着一寡善款。伫今仔日是关河华山创世基金会，我希望各大家会当做伙来响应。伫要过年的时阵，有人是开始买新衫、办年会，但是伫这社会上，却是有真侪人伫这过年的时阵是无多食好、穿好、困好。全华山创世基金会今年所举办的年菜募集活动，原本是要予这独居老大人伫这过年的时阵食着小富富的年菜，但是目前也是欠真济。全彰化县因素爱心慈善会知影了后，伫大家关注下募集着6000块来做爱心。今天我们透过因素爱心慈善会来捐赠哈，来捐赠老人爱心关怀这个活动，针对独居老人跟弱势老人来做一个爱心活动，为了响应他们过年年菜一份600块哈，咱因素爱心慈善会特别捐赠10份，利用这个精神抛砖引玉，来呼吁社会大众哈，协助以及关怀这些独居老人。这是我们大概募集的6000块哈，总共捐赠10份的认养基金，来针对我们爱心园林站来做关怀。彰化县因素爱心慈善会希望这小小的力量会当化作大爱，让一挂独居老大人伫这过年的时阵感受到过年气氛，也食会饱。抓这慈善会更加希望捐款活动大家会当做伙来响应。今年呢，就是已经服务了87位的老人家。然后呢，我们希望，因为今年的过年呢，非常的寒冷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年菜的募集也非常的寒冷。我们目前到现在为止呢，云林天使站呢，只募到大概10成的年菜费用而已。希望说各个社会大众呢，能伸出援手，然后来帮助这些可爱的弱势的阿公阿嬷呢，能够在那个过年之间能刚好过年。然后呢，如果一份的年菜只有600块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忙。我今天就是谢谢我们因素慈善会的那个曹家豪主任这边呢，就是有首先抛砖引玉呢，捐赠了6000块，捐赠了10分的关怀礼的部分，让长辈呢好好的有这个年菜的部分，让这个寒冬有一个小小的温暖。为着好更加侪彰化县的独居老大人，伫这过年的时阵食一个温饱，这彰化基金会人员是真认真来募集，希望好更加侪人来捐款，也好彰化县的独居也个弱势老大人，伫这过年的时阵食着小富富的年菜，感受到社会温暖。就是新闻，考试官罗桥婷、关林报道。